虎扑八月二日讯，福布斯中国今天正式公布2018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。本榜单首次涵盖了20个不同领域，各30位30岁以下精英。来自的休斯顿火箭队的中国篮球运动员周琦在体育领域有幸入选。福布斯一贯以前瞻性的目光寻找那些年龄在30岁以下在业内崭露头角有一定影响力的才俊。今年的入围条件是1988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对入选者年龄的计算也以1月1日为界。这些青年才俊包括创业家、杰出的经理人和演艺界、体育、科技界及文化界人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前公布的福布斯2018年30岁以下亚太杰出人物榜上，周琦在文体领域也成功入选。周琦目前正在跟随中国男篮红队备战2018雅加达亚运会。2016年周琦在选秀大会上总第43顺位被火箭选中并效力至今。在今年的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里，周琦共出场4次，场均出场 21.4 分钟，可以得到12分 6.5 篮板3盖帽，投篮命中率高达 72.7%。